在喜剧单元大放异彩的都是新生代剧集，夺得最佳剧集的《摩登家庭》更是将话题性进行到底，极具话题性的夫妻结合让这部剧集看点颇多，而演员们精彩的表演 也让这部戏质量更上一层楼。提名阶段狂揽19项提名的欢乐合唱团虽然失意最佳剧集，但是并无碍于他成为当晚艾美奖的亮眼明星。主持人吉米法隆带着 Tina Fey、 乔汉姆等明星高唱 Born to Run， 以合唱团的表演方式向欢乐合唱团致敬，赢得了满堂喝彩。